您平常喜欢照相吗？用手机？对，对，说到这一点我就比较惭愧了。为什么？对，我平常不是特别喜欢自拍。对。为什么不喜欢自拍？不是因为我老是拍的特别糊，不知道就之前啊，我说。还没有，那 你们是不是给他起了个外号？那你们叫我葫芦娃，为什么？对。之前就是因为之前在用 Vlog 之前嘛，我手老抖，我自己自拍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就老糊老糊。但是自从我觉得用了 Vivo 的 X20 啊21，包括现在马上要出的 X23，我觉得我以后可以在自拍界横着走了。